这里哦，它所满足这个条件，最小整数解，最小整数。好，麻烦你去算怎么算，这里比较简单。还有 x 一块减六 s 一块加六 s 变几？八 s， 减五一块加四几？六，再把乘以八，一块除以几？八，变八分之六，越分越掉四几？四分之三。 x 大于等于四分之三，可见 x 最小整数会是几？一。OK。